现在大家参加的就是我们新推出的节目《地府一日游》啊！各位请看，在我们脚下就是著名的黄泉路，那边啊，看那边右手边啊，就是三途河，河畔火红娇艳的花朵就是彼岸花，因其灿烂耀眼，所以名为地府十景之一的火照之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将去忘川河漂流啊，三生石畔留影，还有奈何桥赏景，还有很多名胜。当然了，吃饭有指定饭店啊。黄玉轩，你在干嘛？是你呀，老大，你也死了。等我一下啊，哎，各位去吃饭吧啊，先去吃饭吧，去吧，吃饭呐。惊喜来了！哎呦，哇，降落好快呀！你看，我也来走。好，给我了。景轩，你好吗？老大，好久没见了，还不错。除了死了以外，怎么你也死了？啊，我也死了。废话，这是地府，不死你到这儿干嘛？啊，可是，你们也死了？哎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们是约好了集体一块挂的吧？不是，我们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乡遇故知，人生一大幸事。你们死得太好了，真的。是你呀，啊，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！我倒霉的时候你就不辞而别，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。啊，现在你看见我发达了，又回来傍大款了，啊？又来这招，别想进去！我告诉你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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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！快来看！小黑、小白，谁敢闯地府？我看看。他们是来勾魂的，哎呀，走走，打架开始，走，哎，等会儿我，需要人才，特别是这两年人口老龄化，我们更需要高端的人才嘛。人才，人才，哎，得，要运。